娘娘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们找了半晌都没找到您，你怎么能把君上一个人扔那儿呢？这万一要是君上怪罪你，我钓鱼去了。啊，你看，啊，你拿去好好准备一下，我今天晚上要一展我的拿手好菜。哇，娘娘，您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啊！不要迷恋我，更厉害的在后面呢。你怎么弄成这样？哎呦，不会做还逞什么呢？你把厨房炸了，锅还得拨款让人重砌。